人吃美食，黑粉吃粑粑，真爱粉有吃不完的汉堡和快乐水。迷你世界里每一种人都会吃不一样的美食，快来看看你是哪一位吧。让我看看，怎么个事啊？奇怪，怎么第一位吃的是空气和土块？让我瞅瞅啥样的人才会这样吃。咱们氪金玩家主打的就是自己吃穿无所谓，游戏里一定要倍儿有面。不说了，我要去吃我的西北风加土块大餐了。原来是氪金玩家，抛开家里有矿都不说，经常在游戏里氪金的玩家大多都是被亮眼的皮肤冲昏头脑，从而上头氪金。小伙伴们，游戏虽好玩，氪金需谨慎呀。来看看下一个，这一个吃饭的地方可谓惨不忍睹呀，全是便便，他只能喝岩浆。好奇这是谁的晚餐？嘿嘿，我要疯狂敲键盘，你们都是垃圾。好好好，居然是小黑子，看来这点玩意儿都填不饱他的肚子，给他满上才行。第三位吃的不是烤糊的肉，就是坏掉的饺子，还有异味的火腿，这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吃的玩意儿。看看是哪一个玩家吃的。什么？我可是游戏里必不可少的一份子，没有我的存在，这个游戏怎么会变得好玩？居然给我吃这些，小心我发飙啊！难办啊！我操，你别办了！切，你还好意思说呢？熊孩子总是跑到那些单纯小伙伴的房间捣蛋，让很多玩家都苦不堪言。有吃的给你都不错了。接下来这一位玩家吃的终于是正常的食物了，不仅有色香味俱全的豪华大餐，还有咱们迷你世界特制的本地蜂蜜水，这待遇简直不要太好，难道是我的粉丝专属套餐？我就是路过看看怎么个事，怎么有这么多美食招待我？原来是路人呀，不过就算是路人能看到这里，我也是非常感激啦。来者即是客，没准路人也会被我圈粉，成为下一位不卖小表妹的粉丝呢。来来来，多吃些，我再给你们加点。不，下一个池子里有冰镇西瓜，还有美味冰淇淋，这待遇简直不要太好，去看看是谁才配拥有吧。小表妹，我是你的粉丝，你的每个视频我都有一键三连。原来是我的粉丝呀，那必须得吃好喝好，该玩的好，作业啥的你们都放下，我让表弟帮你们写，你们尽管在迷你世界玩。嗯，怎么能在家中做作业天上来啊？最后一个池子里边美食都要满到溢出来了，有汉堡、薯条、热狗，还有精致彩虹蛋糕，究竟是哪些玩家拥有比我粉丝还要高级的福利呢？小表妹，我是你的真爱粉，你的视频我一天看360遍，评论留9981条，迷你不倒，我们不散。原来是我的真爱粉啊，太感动了，不过也要理智一些啊，小表妹只需要小伙伴们一个小小的陪伴就好啦。我也会在以后的游戏里和我的真爱粉一起游玩，只要你们还玩着迷你世界，就快留下你的 ID， 等着小表妹来找你们一起游戏吧。